中中中。孩子们就喜欢抽豆冬乐，这没两下又抽完了。再做一个吧，这一次呀，做个好的。这个喜羊羊给它放进去。孩子们最喜欢吃神龟粉，一个，两个，再来一个大奖，来张100，放里边。再来一个游戏机，还有大壮最喜欢的龙珠，也给它摆进去。这么多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这段时间快放学了，就坐着等大壮来吧。痛哥，抽次动动乐，中中中，居然是个大龙珠。嘿，大壮运气不错嘛，你这还是个四星球。再来，喜羊羊。哇，这个好可爱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大壮别走，还有个大奖呢。哎，这边还有个游戏机，里面没东西了。跟我哥，我真走了，拜拜。哎，真没东西了吗？奇怪，谁看到我100块去哪了？大壮，你抽中了啥？哇，是100块！你看，我就说嘛，哪有那么好的运气？什么？100块，嘿嘿，今天手气好，我们再来两次。中中，龙卷风一包，给你。你怎么出这么多汗？没事，这辣条太辣了。再一次，咦，这是，哇，又一张200呢。200，这半年白干了。中中中，大壮。今天几号啊？54号，今天运气真差。咦，小福哥，这包辣条多少钱？这个2毛。那我全要了。那一根算你1.5毛吧。哇，小福哥真好，那我来数数。1、2。哎呀，你这数的也太慢了，我这一整包算你2块吧，不用再数了。哇，这么好。那再给我来一个唐僧肉和南京板鸭，这些一共5块。这里刚好5块。好、哦。哎，你干嘛？这是我的。哼，又卖一包辣条哎。这次算我栽了，咱们走着瞧。